其实我就很多一些元素吧，就朋克啊，然后就一些吸血鬼啊，然后一些这算忘记那名字了，反正就是就各种这种元素，对啊。然后合起来，因为一开始最初是想要穿蝙蝠侠，然后后面就一直延伸出来，就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是啊，就故意搞特别啊，不要，我说大家跟我穿一样，就是我搞特别啊，大家都穿西装。因为大家都讲好要穿西装的样子，有点意外。但这些也是从我上次发那个 AI 照的那个元素来做参考，就做出发，然后就这样慢慢一点一点加上来这样子。前后准备应该有一两个礼拜，对吧？从我知道我有入围那个新人王之后，我就开始在准备这些东西一样。最耗时应该就是发妆跟脸妆啊，对啊，就也脸妆就是眼妆部分花很多，蛮多时间在整理这样子。我觉得都很喜欢，因为我今天的路线就是没有一个重点，就是没有一个重点跟整体啊，就是很多那种小细节这样子，对啊。